我是 Andy 老师，很快来赶快介绍我们今天两位老师。首先，左手边是，大家好，我是 Kyle。我的右手边，大家好，我是 Bella。OK， 好的，好，记得呢，在上一次呢，我有教 NTC 的训练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延伸版。今天除了 NTC 以外呢，我会加入不同的因素、不同的元素，把它让这个训练呢，会让你觉得更好玩，好吗？所以今天呢，可以说把训练跟某一种元素呢，我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你就会发觉可以真的很好玩。原来训练是可以这样子玩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你想象中好像真的一定非得要很无趣啊，很无聊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再一样，在进入主题开始之前，一样，我们今天要先做暖身一样。我们今天的暖身呢，跟我们等一下后面要做的呢是有连接的，好吗？所以你要认真跟着我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开始 ，Let's go， 加油！来，双手打开来，双手给我拍手。哎，双手举高，双手举高，双手举高一点，双手举高一点。哎，准备好了没 ？OK， 来，注意听，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下来，胸口借给我。你的左边，哎，注意听音乐，注意听音乐，大一点。哎，胸口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对，好 ，OK， 停住，身体上来。OK， 轻松动一动。对，轻松动一动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对，手要伸直哦。待会换男生唱的时候，你要把动作加大。准备好没？注意听，再注意听，开始了，加大。对，很好。这个动作呢，平常呢，在很多庙里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大一点。准备你的左手，你的左手回来，你的右手回来，准备往前走了，一起上，哦哎哦哎哦哎，你们唱，哦哎哦哎哦哎，大声一点，哦哎哦哎，停住停住 ，OK， 你的右脚，你的右脚上来，收脚换左脚。对，收脚换右脚，稍微伸展一下，左脚，后深呼吸，脚打开，拍手，这样你会了没？可以吗？好，准备，你的右边大一点，下来，左边，很好，油门吹下去，吹油门。哎，很好，再多一点，各位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注意，抬膝跟着我，抬膝，对，很好，手由上往下，对了，哎，暖回是在肩膀、你的胸、你的肚子、你的下半身 ，OK， 继续哦，继续哦。调整呼吸，调整呼吸，稍微有一点点喘了哈、哦。准备哦，再四个哦，四、三，脚打开，后，对，很好，继续摆动，继续摆动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还有吗？注意听，你的左手，你的左手，慢慢回来，你的右手。慢慢回来，准备往前跳，你们唱，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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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一点，哦哎哦哎哦哎，猜一个，哦哎哦哎哦哎，停住停住 ，OK， 记得吗？你的右脚，你的右脚，很好，收脚，再一次哦，弓箭步，弓箭步，再一个。
好，注意你的右脚给我换脚，右脚，再一个，深呼吸。啊 ，OK， 刚刚就是我们暖身，好吗？好了，一样，喝一下水，马上回来，一撒一撒，动起动。这首歌呢，强度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依你的能力去做决定。如果你有点喘的同学，请你一定要稍微休息，喝一下水，好吗？这是一首把训练跟律动加进来的东西，会比较辛苦一点点。哎，很好。对了，如果你到这边已经有点开始累的话，可以开始一个东升悠悠台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对了，好，停住，停住。准备你的右边，注意 ，five six 走，蹲下去一点，蹲下去一点，对，哎，跑步跑步，手给我，蹲下去一点，这个动作我们在上一集有教过哦，对，准备往前，往后，准备再一次哦，跑步跑步。蹲下去，对了，准备要从头，从头，哎，蹲下去一点，蹲下去一点，哎，停在这里，看我，右脚，左脚，对，停住，停好，再一个，注意，停在这里，右脚，左脚。高一点，膝盖抬高，哎，膝盖抬高，很好。后跑步，如果待会你发现到我没有在讲话了，就表示我快喘死人了，所以我没办法讲话。这样你清楚没？我虽然没有讲话，你的眼睛可以盯着我。哎，准备要从头。准备好没？开始。哎，跑！爱你说你姑娘，蹲下去，蹲下去。往前。对了，很好。跑！刚刚老师有一点点稍微跳错。怎么样？我开心啊！怎么样？我就跳错啊！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怎么样？很的，准备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用力跑，手要用力，手，手，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还有吗，老师？可以。还有吗？没有问题。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那我来喽，来喽，嘿，慢一点。下蹲，回来，往下，注意前脚膝盖朝正前方，好吗？注意前脚膝盖要朝正前方，再来，对了，很好，还要两次哦，再来，耶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停在这里，手给我。上来，慢慢深呼吸，慢慢深呼吸，慢慢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啊，慢慢结束了，双手慢慢上，慢慢结束了，对，哦，还有吗？你们还有吗 ？OK 吗？好的，这就是刚刚呢一开始给各位预告的，其实训练呢。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可以让你的训练变得非常好玩。但是呢，一样还是在训练的准则上面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分解动作了。是，我分解动作。好，我是一直忍耐着讲话，因为我们在镜头上面前如果很喘，这样不好看。因为这节目播出去，大概2000多万人看到，所以不能这样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相信刚才那首歌应该
都非常熟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直接教动作，一样还是要注意。第一个动作，其实呢，你跳过去的时候呢，要稍微有一点点往下蹲，然后同时要感觉是要刹车的感觉。好，来右边过来，停住，对，好像要定格一样，你要停住。好，然后再换脚过来，对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训练的单脚，你的平衡，你的稳定训练，好吗？所以过去的时候你要定格，定住，然后再换脚，定住，对，所以你不要变成是连续跳，不要变这样子，它不是一个连续跳，好不好？所以过去，定住，然后手画出去，画出去，对，画出去，对，好吗 ？OK， 一样，这个还是可以把强度往下降。如果你没办法这样跳的，没有关系，用踏步就好，踏出去就好，踏出去，对，就把脚踏出去就好，好吗？你一样可以分强度去做的 ，OK， 好吗？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没什么问题。好，这个呢应该是没什么了，这应该都不用教了，这 OK 的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个动作，在上一次呢我有教过，一样，原地跳打开 squat， 记得吗？重点是把臀部做下去哦，不要拼命把脚打开哦，好吗？然后这一次呢，要加上一点点原住民的感觉，所以你的手要有力量，男生嘛要有力量，好不好？要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拿起来，蹲下去，对，拿起来，对，好吗？男生要有力量，一个手，一个 power， 看到没？好，来，我们从头练一下这个动作哦。好，五六七，走，刹车，刹车。刹车，刹车，对，要定住，稳定的身体，稳定，稳定，对，很好，可以吗？然后一样记得哦，没办法跳的，请你用踩的就好，用踩的，用踩的，好吗？所以让强度可以分的。好，第二个，45度，这个动作呢，重点呢是在你的身体必须要两只脚同时方向改变。整个身体，你的脚跟身体是一体的，好吗？所以不要是变成钻的下半身，是整个身体一起过来，一起过来，好吗 ？OK 了哈，好，来再一次哦，来往下跳，跳，对，很好 ，Good， 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不要跳太多次，这样会没有力气。好，跳这样就好了，可以吗？这样没问题了哈。好。有一个动作稍微比较难一点，也会比较喘一点点。原地跳，原地跳，一二三，蹲，可以吗？一样哦，要刹车，重点在刹车哦。所以注意看，大大大刹住，对，要停住，定格，好不好？然后马上起来跳，换脚，定格，可以吗 ？OK 的哦。好，来，一样，如果你没办法去做跳的动作的同学没关系，一样，一二三，往后踩就好，好，甚至可以再往下进阶，往下减，一二三踩，这样都 OK， 这样都是 OK 的，好吗？所以一样，一二三踩，可以的，下蹲，再可以的，加上跳，好吗？所以一样都有分强度的，可以吗？你可以自己选择 ，OK， 这动作比较喘一点点，搞定。没问题，但是我还没有教完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问你一下而已，好不好？我只是问你，问你，这是一种回馈，回馈，懂不懂？互动，好不好？回馈而已，就互动而已，哈。好的 ，OK。然后你看，其实动作都在重复，所以呢，这个可以也类似像是一种循环训练，因为动作是重复在做，做完第一次做第二次，所以好像有点类似在做循环训练一样，所以其实你很容易跟得上，好不好？训练。很难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很简单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加油喽！准备好了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在原地先做，脚往后交叉下蹲，脚往后交叉，对，脚往后下蹲交叉，然后注意下蹲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看自己的眼，看自己的脚，你的前脚膝盖是要朝正前方，所以你不要下去蹲的时候变成这一脚是变这样子，不是唱歌仔戏哦。不是上歌仔戏，所以膝盖不能弯，所以一样，你的身体是正的，好，一样是正的，一样是正的，它没有改变，它没有被改变，换边也是一样，它没有被改变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歪掉，也不要内八，可以吗？好，练一气哦，五六七，走，蹲下去，对，上来，往后踩，蹲下去，
上来，往后，对，很好，好吧？这动作呢，可以训练到你的大腿内侧、大腿前侧的动作，可以哦，没问题的哦。好，东东来宾，你们要加油喽！他们跳得如何？表现得如何呢？我们一起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画英雄。准备要开始哦，一开始先轻松跳跳，来跟着我，右脚、左脚，对，一开始先轻松一点，对了，等你动作比较熟悉之后，你可以试着开始把动作放大，哎，动作放大，然后记得手往后，哎，很好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 ，Go， 对。再来，再一个，好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
准备，注意听，你的右边刹车哦。对，记得要定格哦。哎，刚刚都有教过哦，女生，爱上你，男生，哎，往前走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女生，男生，你看看我们后面 dancer 多么专业，是不是？从头。记得要刹车，记得我们刚才动作教过，记得吗？哎，要定格，好，注意哦，两脚打开，右脚，对，记得，如果你可以的就做，不行的往后点，记得吗？我刚才讲过了哦，好吗？准备，打练呀，打练呀，嘿，哎，要上出来哦，啊，冲出来，冲出来，讲几次？好，停在这里。对，一呼，一呼，呀！突然出了声音，吓吓一跳。是在什么月份？大一点，你们准备了没有？啊！要从头了，走。哎，记得不要这样跳哦，你要刹车。哎，女生，女生。哎，注意看我们男生，对，很好。哎，往前。哎哎，怎么没有啊？要啊，女生啊，可以踩到脚是不是？女生，男生在哪里？男生，哈，哎，很好，哈，很好，准备，从头。我们这团可以出道了，好，对，多么好！女生，女生，嘿，男生，完美，完美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对，来喽，来喽，带领，带领，准备往前走，往下翻。往后，记得我刚讲过哦，你的膝盖要保持朝正前方，好不好？哎，记得往后交叉下蹲，来，还有队形交换，对，哎，队形，队形再交换，队形交换，我讲的是中文，队形交换，对，继续做，继续交叉。对，很好。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好，就这样排着，就这样排着，就这样子，手上来，手上来，手上来。对，哎，我就要跟你很难沟通，哎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，停住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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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 慢慢收脚。好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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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了，退了。OK， 好的 ，Lisa， 动一动，我们下次见。